通过跟班跟训、自学补课等方式，使我们对干部的教官意识、师训主训和带兵管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立姿装子弹。为了突出学员对干部在学员成长中的首任教员、全程教官职能作用，推动对干部由管理型为主向教学组训与行政管理并重转变，这个学校采取分部集训和全程自训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对干部开展军事、教育、管理三方面培训和考核，聚力推动对干部转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教官化对干部活跃在士官人才培养一线。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充分说明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是一曲提振士气的强军乐章，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必由之路。走好这条必由之路，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践行八个坚持，不断提升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不断夺取新时代强军事业新的胜利。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破坏依法治军战略，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依法治军，把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意识全面贯彻到我们练兵备战的方方面面。我们要带头崇尚法治，敬畏法律，严明法纪，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引领官兵遵从法治、建设法治、履行法治，自觉把对法治的遵从和对法律的敬畏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法治方式，提高部队法治化水平。我们基地核潜艇常年战斗在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国家政治外交大局，我们要筑牢心中的法治信仰，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根本的唯一的标准，用法治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一段凝聚力量的奋斗序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心、军心、民心同频共振，正声军心民意交融共鸣，中华儿女空前团结，不畏风险，不惧挑战，迎难而上，信心在这里传递与升腾，力量在这刻凝聚与爆发。军队人大代表豪情满怀，是将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备受鼓舞，干劲十足，唯有以奋斗者、冲锋者的姿态扎根基层主业，热爱本职工作，把汗水洒在实现强军目标的征程上，才能不负这个时代，不负习主席的重托，不负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学习贯彻好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大会精神，在强军新军的征途中发挥好我们国防科技大学军队人才培养核心骨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先锋，世界一流军队建设时代标兵的作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东风春来早，奋斗向未来。今天是数九的最后一天，迎春花也已经含苞待放。从京西宾馆离开，两会的春风也将吹向全军的每一个角落。全军官兵在贯彻依法治军战略上有着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他们将不畏任何风险挑战，永远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